要画的就认真的，即使不好的话也努力的画。山水在滋养着我，它可以让你的胸怀越来越大。这种诗意呢，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含蓄的这种感受。大画它一定是有内容，它有故事，一个时代的故事。我中华民族的根基，那就是中华文化。国画盛夏初，寄托我辈对盛世华夏的期望。其实绘画是什么？它也是一种语言，给我们历史留下一个文化传承这么个殿堂。我们的艺术尽管有不同，但是我们的真善美是相同。一个人风格的形成，不是一个理性设定的过程，而是个自然生发的过程。画画呢，是一辈子的事儿，要不断学习，不断的创新。我们创作不是为了个人，是为了国家，多年来都不会忘记